大地震，家里旁边的大楼倒塌了。阿关火锅这一栋大楼倒了。花莲超大地震，阿关火锅的大楼倒了，马路也裂了，地君庙前面的马路裂开了。国联现在很严重，不知道大楼里面的人有没有事情。花莲超大地震，不知道大楼里面的住户有没有危险。现在救护车、计程车都来了，很严重。花莲市现在很惨，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大楼倒，人不知道能不能救得出来。希望这栋大楼的人没有事情。所有花莲的人，如果有看到直播，请赶快到安全的地方，不要再待在家里，赶快出来到安全的地方。花莲市前站阿关火锅大楼倒塌，对，我们现在在呼吁啊，让很多人看到赶快来。可是，那个靠近危险呢。那个靠近危险，已经警察救护车看到了。谢谢啦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开直播，让警察救护车赶快来这边。谢谢。嘿，让花莲市的人都过来。哦，不要抽烟，烟熄掉，有瓦斯漏气，把烟熄掉。不要抽烟，瓦斯漏气。不要抽烟。该死就会死了呗。好吧。有瓦斯漏气，要小心。有瓦斯漏气要小心，有瓦斯漏气要小心，有瓦斯漏气在那边要小心哦。妈，瓦斯漏气，我们跑远一点。国联那边瓦斯漏气，过来。那边有瓦斯漏气，从那边传过来。地面已经凸起来了。我们这边也没有地上的那个。不知道啊，就怕。我们地下没有管线吗？天然气没有管线。我们这边没有天然气。我那个快倒了。那个很夸张，那个地已经断层啊，断层带。我不知道明理国小那边怎么样那是。哎呀，没关系。知道吗？有没有？来抢那个阿关大楼都倾斜了。那个阿关大楼，你知道吗？是，对，都倾斜了，所以你要。